说钱都知道好东西，你得这生财有道，你得是。我不懂，你懂，你懂什么呀？你那个大学毕业，咱说实话，还没有我在初中毕业。大爷这么激动，这是说谁呢？请您一圈三连，咱们一起来听听。您今年高寿啊？70，快70了。嘿，看您这精神面貌真好，红光满面的。政策好啊，国家好啊，退休了无忧无虑，是吧？看您就行。原来住宣武大栅栏，后来住黄四儿，又回到平房了。嘿，这李氏，这胡同有名，是吗？对，您聊这个，咱们随便。您说说，李氏啊，过去是那个有钱人住的地儿。还说实话，这胡同都是演乐胡同、史家那都是内务部，这几条胡同过去都是满清的八旗子弟的住的地儿，老百姓您住不上、这个以后越来越少了。没错，您说这也太对了。您明白，我这岁数，这辈人再完了，下边就吹了。很多人都不知道了、他知道什么呀？对，混个文凭，我五几年生人，这为什么我快七张了呢？挺好，这社会挺好。你呀，别提钱，我不爱提这银子，没意思。我经过运动多了，没有不知道的，我开会多了，政策咱也懂。就是一样，岁数大了，脑子跟不上这个形势了。别的咱们都行，你说聊天聊地，上知下问下知地理，就这样，电脑手机不成。不是我不跟不上这形势，还干嘛呀？我还混什么呀？我还不买房子不占地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说钱都知道好东西，你得这生财有道，你得是，你说白了没有用，他都有政策管着，过去不让生一个，现在生仨，政策，国情，我受党教育多年，40多年，受党教育，什么不懂，咱就说这实话。你让老北京10个8个跟我的想法一样，你别问年轻的，我儿子年轻，跟你岁数差不多2-3岁，他那想法的跟我不一样。告诉你爸，你别老说那个，你什么我不懂，你懂，你懂什么呀？你那个大学毕业，咱说实话，还没有我在初中毕业。咱说实话，北京没有不懂，像我们老哥老北京没有我们不懂的，是不是？不，咱不胡说八道。我还说这社会好。对了嘛，湖南拿了几十年农业，这吃的，因为我从小受的教育说出来就是这个。虽然我有看不惯的地方，我有那个不满意的地方，不说，脑子里明白。我现在还没糊涂呢，没告诉你吗？你要问老北京10个里8个的，我这样，我不能说100%，8个都这样。你要咱们受党教育多年，有点文化，咱不胡说八道。不骂的不骂街，没用。你碰上那个没文化的，我自个儿他妈骂街，没意思。这政策多好，你有车有车，有退休费，你有房住，说好不好先搁一边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没意见了，对不对？楼房我住过，平房我也住过，我从小都大栅栏长大的，前门长大的，我什么不懂啊？我那城墙我随便上，我小时候，你现在成吗？对不对？咱不说这拆不拆，那都没有用了。它社会在变化，什么叫现代化？它那阵需要现代化，就需要拆城墙。现在想恢复，晚了，恢复不了了。对你晚三秋了，黄河还42年河东，42年河西呢。它政策得变，随着这个社会形势的发展，随着这个形势的变化，它就要变。等你到我这个岁数了，社会还要变，但我就不知道了，我指不定哪儿去了，就是。我有吃有喝的，我这家工厂当好，我退休了，现在干不了了，对不对？您以前在哪儿退休的？我来消防。消防哦，对，那还不少呢。那辛苦啊，那个。为人民服务嘛，过去想。是。那玩命。为什么我说我为党工作多年嘛？那玩命的工作。是不是？不是我不干那个。啊、我前线我没干啊，对，那也够辛苦的。受到教育，脑子里啊，你让我改变太难了，太难了。你说我儿女干嘛的？我们都一个独生子，我根本就不管。你管到什么时是头？你到这岁数了，只有把身体弄好了。哎，别的你也不缺吃不喝，不缺喝不缺抽的，你干嘛呀？都是玩命。挣钱捞钱进去了，
还喝酒呢，你他妈白开水这不也喝不上了吗？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对，大白话，但是真道理。对，北京人啊，心直口快。对，我全国我去遍了啊，不吹，西边新疆啊，南边是厦门，嘿，东边齐齐哈尔、黑龙江。全国我去遍了，飞机、火车、轮船，我都坐多了。嘿，你想我干这工作哪儿都去，过去上班的时候开会吧、检查吧，我去的还不是小店，你要破县城，那我不去。那您一看就是领导。我住这个过去这个老北京劝业场，后来现在改叫新兴护政店，现在又改了，不知道叫啥。我就住那附近。城墙就离我们家边上，过去叫后河沿，嗯，现在那个二号线的一号线的地铁，啊，我那长大了，五几年，嘿，天门城楼子、前门楼子、河边，啊，我全上去过，玩吧那阵儿的，现在到这没戏了，你让我玩出国旅游这哪去、啊？我不去，我不是花不起钱，我受不了，真累啊，是受不了，累他就是。浑身疼，有，啊，他这岁数大了。这位大爷真是心直口快，在这儿啊，祝大爷身体健康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，请点赞关注，咱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。